Hello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啦。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炫酷的，我们这个可以用来装饰，或者是小朋友呢在做进行一个装扮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 Ninja 忍者的一个忍者武器刀，日本武士刀，适合于我们是3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。那小朋友呢是可以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去把它放在身上进行一个佩戴，非常非常酷哦。我们先跟大家进行一个开箱展示吧。这边是要把它先打开来，可以看到这个武士刀是可以把它挂起来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会有它这样的一个配件，还有小的装饰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。这边呢，就是它的一个整件啦，然后并不是非常的锋利，感觉它是一个这个塑料做成的，是一个非常坚硬的硬塑料，感觉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棒的 cosplay，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装扮，也是非常的好。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？老样子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，如果有订阅的话呢，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。希望小朋友多多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